桥，然后继续再往里面走。来，左手边有飞瀑，坐在左手边的贵宾啊，来，相机准备好，来。OK。那个瀑布。小桥流水，慈母桥。刚刚那个叫慈母溪啊，然后但是主教的还是是一个叫李武溪，飞瀑成泉啊。你看这边装进来就是你们金门高粱酒啊，不是啊，这在花莲啊，台湾的高山特别特别的多，要知道了哈。下次有机会的话，我带你们走一个私房景点，这个叫这个绿水河流步道呢啊，但是你的时间通通要留在一天要给我哦，不是这一个早上啊。你要跟着我走步道的话，一定要穿很好的鞋子啊，就是探险登山鞋那种啊。左手边这边国家公园开放一个小部分的一个露营区啊，就住在太鲁阁国家公园里面，但是也是一样要事先给我申请啊。等下我们到太鲁阁国家公园最里面的叫天享啊。里面还有一个这个唯一的一个五星级的一个酒店啊，它非常非常的小啊。